你好，我是 Michael Dunn Mix Ready 的 Founder。 我和我的 Partner Lawrence 在2017年为我们的梦想踏出了第一步，开创了 Mix Ready。 在和伙伴奋斗的日子里，我们变得像一家人。有人问我，我跟伙伴是怎么一起走过来的，我会说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加班，一起花钱，一起挣钱，应该就差不多了。大家好，我是 Lawrence Mix Ready 的 co-founder。 今天的成功来自于昨天的累积，而昨天的成功来自于今天的努力。我选择 Mix Ready 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比起外面的 property agency 这里分利很多。其实我没有什么比别人特别优秀或者是比较强的强项，但是在房地产这个行业我比较勤劳。我永远相信一句话，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Firstly, saya turun site Mix Family sangat membantu sebab saya first time nak jumpa customer, macam mana nak explain. Mereka ajar daripada saya tak tahu sehingga saya tahulah nak bersemuka dengan customer dengan lebih mudah。其实在这一间公司做，我觉得我可以真正发挥到了，因为公司它就会给你一个发挥的空间。他们就算你没有 closing sales 也好，他们也会在旁边的一直 support 你，然后教导你，所以让你更容易的去再接触新的顾客，然后再更容易的 close sales。我们一起奋斗，一起去玩 ，work together。累度一点，平时没有体会到的生活体验，我在 Mix Ready 有体验过。从我加入 Mix Ready 以来，我没有自己本身拿过一个100千的薪水。加入了整整一年，我就 achieve 到一个100千的一个commission， 过而且是已经拿到手的那个钱，所以这个是我最难忘的一个回忆。你在 Mix Ready， 很容易就可以月入过万的，我很幸运可以加入 Mix Ready。 同事和我的 leader 他都会 guide 到你很好，所以你只是跟着他们的方式来做，就很简单的，你就会 go on the path， 所以完全不会迷失。Sekarang ni saya akan usaha lebih dan bersama-sama dengan Mix Family untuk terus menjana income。我要比较谢谢我的 leader Josh， 一开始到现在他都一直努力的栽培着我们，也是要谢谢其他人的鼓励，我们的老板创办人Michael Dunn。 在你现在所经历的任何过程都是对你的考验，只要你坚持相信，然后继续保持比别人还勤奋努力，要够坚强，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羡慕别人了。最重要，你要踏出你自己那一步。未来很长，我和 Mix Ready， 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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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x Ready，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接下来的日子里，期待与您相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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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您相遇，期待与您相遇。